通话功能。拨打电话，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拨打方式。例如，拿起听筒，然后拨号。先拨号，然后拿起听筒。按线路按钮，然后拨号。按缩拨按钮，使用快速拨号功能。输入一个速拨号，然后按缩拨软件。按下扬声器按钮，然后拨号。按新呼叫软件，然后拨号。当耳机连接时，按耳机按钮，然后拨号。